作为中细碎的主打产品 ,HPT 多缸液压圆锥破碎机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稳定的设备性能，在世界各地砂石项目中口碑爆棚。HPT 多缸圆锥破碎机采用层压破碎原理，易损建模耗低，破碎硬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，且成品料成立方形，极配优良，细粒及含量高，可满足高等级混凝土配置需求。另外 ,HPT 多缸圆锥破碎机采用 PLC 电气系统，可连续监测设备运行并提供告警，降低风险，安全生产。如果想进行中、细、超细碎多种腔型的转变，仅需更换衬板等部件即可实现，方便快捷。众多优势使得 HPT 多缸圆锥破碎机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喜爱。